我好好解决这个人，不然让他有十个胆也不敢跟我对着干。刘火口吗？蓝河料理店，王当铺打电话的就是这儿。我来过这家店。 你来过？进门饭店行动那天，我跟着凶手来到这家店，但我当时并没有找到他。进去看看。ご注文の天ぷらでございます。お飲み物の方はよろしいですか？よろしいですね。 はい、ナンはです。承知しました。お待ちしてます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中午好、这是菜单。谢谢。お父さんの分どうしようか。天ぷらと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お刺身頼まか。そこで待ってよ。你好。 我有个朋友前两天在你们店里面预订了一桌晚餐，里面有一种鱼，他想换成另外一种，我得告知那个店员。你想换成什么鱼？我帮您寄也是一样的。哦，他想把鳗鱼换成秋刀鱼。啊，对，换成刀鱼。我那位朋友要求比较多，比如说配菜一定要先来当季的柿子叶，所以我们想跟店员确认一下。对。 两天前的话，应该是吉田君。可是吉田君请假了。吉田君？吉田英夫，平时是他专门负责预订和对外联络的，但是他刚刚请了一个星期的假。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？或者他平时除了料理店，还会去什么别的地方吗？吉田君好像是位学生，但是他从来都不提自己的事。哦，谢谢啊。 教父，这个图案看起来像是校徽，能看出来是哪所学校吗？看不出来。这扣子和骆明明捡到的一模一样，凶手。 先生，您一个人吗？金门饭店行动那天，应该就是这个叫吉田英夫的接到当铺老板电话，知道老公寓的地址，也是他开车到现场接走了凶手。 我们只注意到凶手穿的是警服，却忽略了他警服下面穿的是什么。照这么说，骆明明就是从校服拽下来的扣子。眼下要做的，就是查到这个校服来自于哪所学校。
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怎么样？我应该没事。先赶紧离开这儿吧。没了，没了。钱包应该是在不倒的时候甩出去了。老四，哎，一会儿面。业务员。啊。老板，借用一下。啊，好啊。老板，两碗面。啊。你觉得刚刚那算死亡威胁吗？哈米尔觉得算，那就算吧。你接下来什么打算？该怎么查怎么查，我是不会现在放弃的。那你觉得，刚刚是谁派来的人？冯广云。如果真要是冯广云，你再查下去，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。小辉的图案，给学员看一眼就记住了。接下来我自己查吧。那套校服的样式是明显的日式校服，我认识几个在政府做事的朋友，应该能从教育局查到是哪所日本学校。教育局是查不到的，日本人在上海办学校是不会跟我们登记的，他们的学校都由居留民团管理。居留民团，对，日本侨民自治团体，居留民团不可能透露线索给我们。我知道几个做制服的纺织厂，还是我去查吧。上海情况你不太了解，你就不怕停职变撤职啊？我要是怕的话，早就收手了，也不会等到今天。你干嘛？吃面啊！我有说分给你吗？每一次吃面你都不掏钱。我刚刚不是给了一枚铜板吗？下回救人之前啊，先保护好自己。他不是怕你死了？老板，拿个碗。啊，好啊。不需要的，低点，哎，不行，高，哎，过了，低点，哎，好，别动，来，大家看这里啊，哎，笑一个，笑，三二一，走，好嘞，谢谢骆师傅，不客气，都接力接放的啊，哎呀，我以为这个老六是最后一个，怎么有个小七出来了吗？不嫌多吗？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，没错。哎，罗师傅，照片啥时候回来取啊？你们这样啊，后天啊找敏玲来拿就可以了。哎，你们放心啊，她现在已经跟着我学手艺了，顶多半年打理铺子没问题。这女孩啊，打理照相馆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合适。没错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这骆警官每天已经忙不过来了，人家一边当警察，还得要打理你这铺子。你呀，真不心疼你闺女啊！她现在已经不当警察了，啊，你想哦，这打理铺子不比当警察自在啊，对不对，明明？哎呦，你看我生的这两个，行，我要是有这么个鸟，骆师傅，你先忙，哎，多好，后天啊，还没说完，来，后天，行，后天啊，行，骆师傅你忙啊，行，那我们先走，好，我们先走了，好嘞，后天啊，行，好嘞，后天，好，哎，走好，哎，后天。
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？报告所长，我当警察是因为想要保护家人。骆敏敏。哦，对对对，我知道你考了最后一名那个小丫头。不要不好意思嘛，这几个跟你差不多，八九不离十。骆敏敏，嗯，第一次出警就抓这个小偷，嗯，值得表扬。真的。骆警官，你很善良。如果你想要做一名好警察的话，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。陈队长说的对，你能成为一个好的警察，至少比我更有可能。家里不让他出门，不怕他憋坏了呀？我就怕他被别人夸几句，又回去当警察了。哎呀，我知道，但你去看看他现在那个样子，之前天天跟我吵，现在安静的像只兔子一样。那不是如你所愿吗？我去四所找你啊，他们说你搬到这儿了。你怎么？晚上你能来一趟我家吗？怎么了？骆警官情况严重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过他现在也挺惨的，天天被我爸关在家里面不让他出门。师傅，我想个办法，需要你帮忙。行吧，向警官，我姐现在真的很需要你。知道了。谢谢，晚上见。这是谁啊？骆明敏他妹妹，找你有事啊？说是让我去他家看看骆警官。现在队员有事，不应该第一个找我吗？为什么找你啊？因为我和骆警官是搭档，而且他受伤我也有责任，互相之间关心一下很合理。合理？这个合理。走啊。先生，你喜欢船吗？我侄子喜欢船，他还跟我讲过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故事，你听过吗？我只听过巴尔沃亚第一个发现太平洋的故事。你好，我是乔建石。你好，乔建石同志，我是石俊宇，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我们的接头暗号的。上级安排我来和你接头，一共有三件事。第一，你需要唤醒一名休眠中的同志，他一直是邓明远同志单线联系的下线，现在他将这名同志托付给组织重新启用，
今后就由你来担任他的上线。好，我尽快和他接头。第二，这张照片是救国会交给我的，上面的人你应该认得。这张照片是谁拍的？申报一名姓彭的爱国记者，他也是救国会的委员。我听上级说你在追查孟佳案的凶手，如果找到凶手了，你可能需要根据照片上的内容慎重考虑如何处理他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你负责保管的那部电台现在什么情况？之前是100瓦的哈特莱发报机，但是我在公寓试过了，灯泡会闪，而且最近电子监测越来越严，所以我改成了50瓦。上级决定重启这部电台，负责中央和上海方面的联络，这也是你第三个任务。但是现在人手紧缺，没有专门的机务员、报务员和译电员，也就是说这部电台的所有工作都需要由你一个人来完成。没事，我都会，我随时准备恢复工作。在这个时候启用你的电台，是因为关系到组织的最高任务，国难当头，仍有人在沉睡，现在形势已经十分严峻，必须团结一切爱国者奋起反抗，逼蒋抗日，尽快让全民族同胞齐心抗战。而救国会是这股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统战的首要目标。上级决定从现在开始由你继续领导这支小组，参与统战救国会的计划。季太太将担任你和救国会之间的联络员，你的电台负责连通上海和中央。我知道了。这个是他在监狱里给我的。我这次来上海原本是为了执行营救计划，邓明远同志知道回到南京就意味着牺牲，但他还是拒绝了这个计划。他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，希望组织保存力量，不要再有同志为了营救他而涉险。我按照他给的地址取到了这把汇丰银行保险柜的钥匙，里面是孟先生和孟太太最后一次为伊斯克拉计划筹集的资金，钥匙就交给你了。伊斯克拉计划能够走到今天没有中断，是因为你们这支小组，上级让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提出表彰，并为小组每一位成员的付出和牺牲表达敬意。邓明远同志放弃营救是为了我们可以走得更远，哪怕走到最后只剩下一名同志，只要还在继续战斗，他的苦心就没有白费。
警官，我们已经打烊了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范老板，范老板，到底是谁找到了赵冰江的女孩？现在可以说了吧？马将官，是马将官打来的电话。你太紧张了，放轻松。放轻松啊，范老板。我让你们记着干什么呀？就坐起来吧。是，这地址的确是我打电话告诉东光当铺的。是这么回事，我手底下有一个伙计打杂的，叫骆天祥，是他说碰巧在街上看见这个女孩回家的。人在店里吗？啊，谁？骆天祥啊，他请假今天没来。把他的地址给我。他家具体地址这我记不太清楚了，不过他家呢在我这附近开了一家照相馆。哎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打电话给警察四所的陈队问问他。哦，天祥的妹妹正好在四所里边也做警察，陈队长肯定知道具体地址。他妹妹是警察？对呀，前段时间还受了伤呢。其实天祥请假就是因为要回家照顾他妹妹，这家人怪可怜的。哦，扯远了，我现在就打电话问四所的陈队长哈。不用了。不，他知道具体地址，我给您。不用了。哎哎，这位警官，您是哪个所的呀？哎，听您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。喂，哎，帮我接警察局16铺分局第4警察所。对。哎，喂。说这哪有钱了？这哪有钱？今晚手机不好。好嘞，哥，我现在就给你。不好意思啊，多打点，多打点。要干嘛？来来来，老板，老李找你，说你再给他拿点。ロミンミンってお前に殴られて怪我をしてあの老けだろ。うん。モンドーツの居場所を闇市言ったのはその女の兄貴だ。子供の行方はその女が知ってる。お前の顔見てる。僕がローの家猫。怎么了？你快来！啊，怎么了你？啊！哎呀，你赶紧上！啊，老鼠把肉吃了！在哪儿呢？那就是下面。哪儿？你先下来！我害怕！下！我害怕！芊芊，老鼠在哪儿了？
哎呦，你看，哪儿呢？你出什么事儿了？桌子底下去了。下来，下来。你下来。你怎么会在我家？要不要出去散个步？跟我？不行。我还没洗脸呢，而且我还穿着睡衣，这怎么出去啊？就在里边，我看看他跑进去了。别拿手电筒，我给你拿手电筒。哎，你手电放哪儿了？手电，哥，你快帮爸一起找找。下来，下来，我下来，下来，知道了。下来，这边别喝，这里要。哎呀，我也没办法了，但是做的行为太小了，你轻。你看，爸找着了吗？爸，没有，可能跑了。不能，我看见他钻到下面去了。来，我看看肉。肉在这儿，这么大一口，真的这么大一老鼠呢？是够大。要不我自己下来试试走走吧。是不是陆青青去找你了？没有。肯定是的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真的没人找我。那是你自己过来找我的。还在慌，对，因为有风。不一定是因为有风，海上经常会出现膨胀波，这种机械引力波可能是很远的涌浪膨胀水体的延续，只是肉眼不容易看清楚而已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是因为水是透明的。因为它的波长很长。可是你说的是在海上，我们现在是在小河沟里啊。
钱警官，你在当警察之前真的是在大海上天天捞鱼的渔民啊？陆警官，我们的船好像从岸边飘走了。这是在哪儿啊？前面是入江口，再往前就到黄浦江了。黄浦江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。向警官，你会不会划船？嗯。反正我们的已经飘走了，要不我们就走得更远一些吧。再往前是不是就是黄浦江了？我从小就生活在上海，天天都能看到黄浦江，但还从来没有在黄浦江上划过船。黄浦江再往前会流到什么地方去啊？东海，最后汇入太平洋。太平洋？你到过太平洋？去过。太平洋有多大？很大，大概有几十万个上海那么大。几十万个上海。那你能给我说说太平洋吗？在中国的最南端，太平洋的西海域，有一片领土叫南沙群岛，有一片海叫南海。那一年我坐船经过南海，夜里躺在甲板上，看见几百颗流星从天上坠落，看见漫天的星云慢慢地沉入大海。那时候我觉得人真的很渺小，但神奇的是，人渺小的眼睛却能装下所有的辽阔。人其实也没有那么渺小。对，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。你说到的地方，看过的景色，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。陆晴晴说的没错，你真的什么都知道。我只是比你知道的更早一些而已。我现在告诉你了，你不也知道了？再说啊，也有你会但是我不会的东西啊。真的？是什么？舞技体操。舞技体操？啊，你会舞技体操，我就不会。那是因为我之前上警察培训的时候学的，不过也只是学会了而已。如果是你去学的话，你肯定练得比我更好。你和我妹妹洛晴晴都一样，是那种看书一眼就能看会，学东西一学就能拿到第一名。你知道我是那种人吗？骆先生说过，明明是那种就算给他答案他也会抄错的人。学东西很慢，学了也不一定会，会了也不一定能做好。就像你虽然参加过警察培训，
但真正和凶手面对面的时候，你也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，基本可以说是什么都不会。我爸爸怎么跟你说这些？但我问过我自己，如果我和你一样什么都不会，那天晚上面对凶手，我是否和你一样有勇气跟他拼命？我想，我不一定会有。大部分人也许都不会有。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，这是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。你好，请问这里是骆天祥先生家吗？你是哪位啊？我是骆先生的朋友。麻将馆叫他帮忙去了。那骆警官在吗？听说他执行任务受了伤，我是专栏作家，想写篇文章替他做宣传。我儿子呢，没有日本朋友，我女儿也不做警察了。那骆警官应该知道他救的那个女孩在哪儿吧？让我见孟多慈也可以。我不认识孟多慈，我们也不做宣传。是在这边吧？对啊，就说是55号的。55号，这是38号，那应该再往前吧？怎么这么讨厌呢？那个，伯伯，来看看绵绵啊。爸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绵绵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们等了你好久。人都已经回来了，各位，拎着东西回吧。天阳，哎，宋哥，爸，他们是我的朋友。晴晴，满姐带上去。
敏敏说的对，这都是他朋友。这些算朋友吗？还有你，还认识日本朋友啊？我不认识啊。刚才有个人找上孟什么多词的。别怕，也不会太长。